德云幼崽思小林有多可爱？永远会被诺基基女儿拿捏的小月月，老二很聪明，他会撒娇。你说他现在练那个大提琴，他就是不练。我一生气，他就会撒娇啊！一撒娇，他那个词儿，我妈呀，他就很正经，你知道吧？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你出门我有多想你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就过来，他那个表演完全负分，但是你怎么办？气过了，对，你还认，你知道吗？我太认了。又是喜提腿部挂件的一天。月如意绝对会成为爸爸的骄傲。思哥有个搭档健身也就算了，徒弟还练武术。点击评论区链接观看更多精彩。